礼拜四啊，高雄爱河湾有真侪人，有诶大人带囡仔来到东丽游乐园，来遮耍气垫，然后来遮耍球诶。天气很好，人潮又很多，然后这里蛮好玩的。高雄的天气真热，市府观光局搁伫边啊搭天道，予大家当去遐休困。另外迄边黄色小鸭遐嘛是客满。现在来到第八天、第九天，已经突破200万的人潮。无论大人还是囡仔，大家拢想要骑较瓦去翕。囡仔真细汉，徛伫水缸遐，保全就水过来。危险、啊，风险、啊，危险、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囡仔想挖境界区，保全嘛会过来。啊，佫有一个阿伯为着要翕相，下过境界区嘛红赶。离开！这个海面看起来很平静，但是这个是九米深。唔难爱注意游客安全，保全爱佮保护迄两只鸭的安全，因为一直有船啊伫遐驶来驶去，带人客伫海面遐翕相。另外，佮有人耍独木舟的，拢有可能会伤到鸭。就海面上的障碍物，以及船只不准靠近小鸭。嘛，佮有人用空拍机要飞去翕黄色小鸭佮港区的风景，但是这拢是爱禁止。空拍机作业要经过申请，只有官方的空拍机可以作业。那因为避免游客过多空拍机掉下来砸到人。黄色小鸭十年前在基隆和桃园展览的时候有避开，因为今天发生这款代志，主办单位就请保全24点钟都在顾。虽然半暝也是同款有人在顾，保护伊平平安安。民视新闻高雄报道。